傅园师傅，还有我们杨院长，还有在座的各位主讲人，在座的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大家午安。杨院长啊，要我来讲这个题目，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惶恐，我不知道要谈些什么内容。后来就是把我目前一些简单的心得啊，简单跟各位报告。当然一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啊，有讲错的地方啊，一定要请师父还有在座的各位主讲人，还有在座的各位师兄师姐啊，来指导。这个题目就是修心养灵成长。那王禅老祖或者我们的师父都谈到啊，修口修心养灵是三宝嘛，是三宝的。那我在这边就把我目前南华大学是星云大师创办的，他在推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觉得这个都是异曲同工，把它当作主轴来跟大家分享。事实上我们在一般的大学的书籍里面呢，就谈到要明明得一天下者的话，应该要先自己过，然后要治他的国家来讲的话，要先齐其家。要齐家的话，一定要先修身。要修身的话，要正其心。因此，你整个啊，包括治国平天下，我们的修身、修心、养灵，都非常的重要。那我等一下就把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啊，跟各位分享，然后，那也请各位指导一下。我的讲义里面是从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现在是从修心修口、修心养灵这个部分呢、我先来跟各位分享。首先跟各位谈到修口这个部分，那等下报告完了以后啊，我再跟各位报告我怎么样把它推动在南华大学的校务经营上啊。那修口啊，是养灵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因为我们口啊，每天都要讲话，很容易造业，对不对哈？是一个我们常常谈到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对不对哈？而且我们口业啊，就如同在一般的经典里面都谈到有四种，我们随便说什么话，就很容易受到这个妄言，受到这个口业影响。比如说口业里面有四种，第一种是妄言，对不对哈？我们常常讲那些不三不四的话，对不对？那说话不真实啦、是非颠倒啦，这个都有。不然就是奇异。我们讲那些黄色的笑话啦，那风流邪僻的话啦，令人心念淫荡的话等等，这个都会是。恶口来讲的话，我们在街头巷尾啊，常常会看到有人在谩骂啦、诅咒，对不对？常常可以看得到。而两舌，我们常常邻里啊、四周或是亲戚朋友，还是有人一些会搬弄是非，对不对哈？挑拨离间，这些都是口业。那清口啊，师父以前谈过，就是养灵的最基本。那在孔子家语啊，他这边也有谈到，我们君子啊，要宜人与财，比如将来你，比如说要给人家的财富啊等等。但是还不落善缘，你要讲好话，说一句好话，给人家的受用啊，有时候还来得相当，还来得大。所以说好话是修口的最上升之作哈。我们比如说一句赞美的话，比如说人家做什么事情啊，你跟他肯定啊，跟他赞美啊，他心里会不会很欢喜？会很欢喜，对不对哈？那
一句勉励的话，你会不会给他希望？对不对？他就开始有信心啊，对不对？希望，对不对？一句肯，他做很多事情，你跟他肯定来讲，就会增加他很多信心。都给人，你说好话，会给人家欢喜，给人希望，给人信心，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所谓啊，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看我们说好话多重要。那在江本胜博士《来自水的信息》，我不晓得在座的师兄师姐是不是都看过，对不对？哈，他把这个水啊，同样的水啊，分成两杯，比如这一杯水，同样的水质，然后在还没有试验之前，分子结构在10^-29次方放大显微镜把它先 test 出来，然后把它分成两杯，一杯在左边，一杯在右边。左边这个部分呢，这一杯你一直称赞它、赞美它、鼓励它，然后另外一杯水呢，一直诅咒它、谩骂它。有一段时间哦，你再来 test， 来看看它的分子结构完全改变。在我们一般来讲看它同样是水啊，看不出来它的改变，可是在放大显微镜来看的话，在10^-29有个零啊，那么放大显微镜分之一，那么大放大的显微镜来看来讲的话，分子结构迥然不同。这一杯常常称赞赞美肯定的话的那杯水啊，分子结构会变成钻石型的非常好看的结晶体分子结构。而这一杯啊，经过诅咒谩骂的这杯水来讲的话，就变成很零散的一个分子结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说好话肯定人家赞美人家多么重要。还有那个江本胜博士啊，我们常常在说祈祷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江本胜博士带领啊大概50-60个人到日本的琵琶湖那边去做祈祷做实验。那么在还没有祈祷之前，这个水来讲波浪很大，结果经过大家50-60个人在那边做祈祷，希望这个波浪减少，你看这个念力有多强。经过3-4个小时之后，这个波啊，那个湖泊的波啊就慢慢的减缓，然后他们又把这个水质去检测，完全改变。所以你看祈祷的力量多重大。我记得那个我们每次台风要过，对不对哈，或者地震要来，师父都会请大家念经持咒，对不对哈，这个就是一个祈祷的力量，会改变整个分子结构，改变念力啊，会影响周遭的一切，一强大的话可以震动整个磁场，所以这个你看呢多强大。另外来讲的话，另外我们跟各位报告，水啊会听得懂我们的语言，他看得懂我们语言文字吗？看得懂。他江本胜博士也把这两杯水，同样两杯水，再用贴把这个水来讲啊，用把它贴起来，且称赞他、赞美他，而另外一杯水呢，用把它贴起来就慢慢他诅咒他，几个小时之后来讲的话。分子结构你再去 test 都完全改变，你称赞它赞美它了，这分子结构都非常好，就菱形非常一个钻石形，诅咒它慢慢的变成个混乱式的分子结构。所以水啊也看得懂了我们的文字，也听得懂我们的语言，这是为什么我们写字啊，你我们的水不要写那个随便谩骂人的话，谩骂人的话将来会负有因果的责任。你说话也要多称赞人家，这个从我们这个很多科学实验啊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他我们说话有多么重要。好，我们来看看那个养灵啊存好心。那养灵存好心，我把这边呢，我尝试把它定有3个步骤，
请师父指教啊，在座各位师兄师姐指教。第一个要静心，第二个要正念，第三个要发菩提心啊，养灵。那第一个在静心，静心啊，对初学人言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要专注，然后要最好之一，最好的方法之一，假设能够打坐是最好。那要打坐来讲的话，不是一般来讲啊，你说打坐打坐，所以我一般来讲的话，我都先啊由气功入禅定。个人过去来讲的话，一直鼓励人家要把自己的气脉啊打通，然后慢慢进入禅定。而气脉打通来讲的话，道家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体阴窍做胎元锁灵窍。体阴窍啊，就是锁提肛。比如说你们现在收肛，对不对？第二个收胎炎，就把肚脐收下去，收灵台，就收这个百会啊，你把意念放到百会，你只要提收肛那提阴桥收胎炎，收胎元收灵台，很快就感觉到气感，然后你在这边再做慢慢的做 腹部呼吸啊，做其他呼吸的，你会感受到那个气感的存在。这是一种方法。第二个方法来讲的话，密宗有一个所谓的我们的聚宝瓶，有人称作宝瓶聚，就是你先吸，然后再憋气，就吸一二三秒，三四秒，然后再憋气一二三四秒，然后还不要吐，再吸一二三三四秒，看你能够憋多久，然后再憋气一二三四秒，你看你这个 cycle 啊，到最后来讲有多久，就是。等于只有一个呼气，到最后是呼气，那吸，然后憋气好几趟，然后到的呼气，这个 cycle，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大概二三十秒，大概就差不多了。有人呢、比较长寿的人，他甚至练到将近一分半到两分钟，这个慢慢的练习，这个、表示那个肺活量很强，对不对哈？你先吸，然后憋气，然后再吸。再憋气，然后你慢慢地把胸部扣住了，先吸，再憋气，然后到最后受不了的话再呼出去。这个是我们这一般的密宗啊，所谓的聚宝瓶。你练久来之后来讲的话，到最后啊，憋气的时候，你那个手指啊、脚尖都会有一些气感啊，甚至他们说啊，这个方法甚至对你的心脏啊都有帮助。第三个方法来讲的话，我是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你用密宗这个方法聚宝瓶，那个吸气憋气，然后那吸气憋气，然后到最后快受不了的时候，你就提肛，然后就用气沉丹田，把气啊把压到小腹这边，你的丹田那边呢、很快就会热起来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有人利用这种方法治疗身体很多的毛病哈。这是这提供给各位参考了。然后你把这个气练起来以后啊，然后再慢慢的放空坐禅，这样来讲的话就比较容易得心情就比较能够放空哈。我们一般人的脑波可以分成四种脑波，就是一般来讲的话有一个叫做贝塔波，大概13用赫兹来看的话，13到30个赫兹，特别是你讲生气的时候啊，会到25到30个赫兹。那你慢慢的沉淀下来，会变成阿法波。阿法波来讲的话，可能8到12个赫兹啊，这赫兹慢慢沉淀下来，你慢慢的沉淀下来，会变成低打波，会变成大概4到8个赫兹。然后你在入甚深禅定的时候啊，会得到差不多0.多到4个赫兹。然后这个赫兹来讲的话，你当你我们常常到5个赫兹，你到低打波跟 delta 波中间这边打5个赫兹来讲的话，你做虚空啊，你就会感受到灵异世界的存在。我们一般人啊，总是以为。灵异世界是骗人的，等等。我跟各位报告，你假设能够入这个差不多五
脑波达5的话，很多宇宙虚空都会感受得到，所以这个部分就要慢慢练习，慢慢练习。那你等到差不多到 Delta 波的时候，你甚至会感受到天人合一的经验，有一种独特的一个幸福感、和谐感。那做万物啊，我们从量子力学来看来讲的话，包括三个大部分，任何茶杯啦，还有这个名牌啦，任何一种东西来讲的话，到最后宇宙来讲都可以分为三个元素所构成，一个是能量，一个是物质的啊，一个物质，一个能量，另外是信息，每个东西都有信息场啊，讯息。那么这个东西来讲啊，透过这个信息场啊的波啊、频率啊、波动啊，职能可以互换啊，所以我们的什么千手，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等等，千处祈求千处应，或是我们那个王禅老祖啊，一样千处祈求千处应，这边祈求他，那边祈求他，他可以一呼万应、百应等等，就是他本身有这个能力，这个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修行者来讲的话，他可以能够一呼啊，他可以随时应付各界的要求，他可以拥抱啊万事万物的能量。所以当他换出更多的慈悲心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大脑啊会开始有很有节奏的同步放电，而达到啊天神合一这个感觉。就是一般啊所谓的像持咒啊，我们呢都有这种情形哈。那这个是我们在练习静心做各方面的一个到最后会达到这个，有些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好，那我们再看看其实正念的作用。正念呢、啊、要很多积极面的考量啊，积极面的考量。那我就用爱因斯坦呢、啊、跟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一段的对话来跟各位来报告哈。爱因斯坦他是世界有名的科学家，他有一次啊，那普林斯顿一个同学啊一直想跟他对谈，好像新闻记者要采访他一样，一直有问题要请教他。后来好不容易约到爱因斯坦，然后爱因斯坦也很高兴能够跟他座谈。那座谈的时候，那他这个同学就请教爱因斯坦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在这个时代什么是最严重的科学问题？哇，爱因斯坦从来没有人问到这种问题点了。什么是目前科学上最重的问题点？爱因斯坦在那边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了将近15分钟，后来想到了，然后就跟这个同学讲啊，有了，他说什么？人的意念，人的意念最重要。认为这个世界啊，你看，认为你的意念，认为这个世界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这个同学马上问啊，哎，这个不是宗教性的问题吗？我要问你科学问题呢。可是爱因斯坦跟他讲啊，这个不是宗教问题，他认为是这个科学问题。因为人的意念呢、啊，会影响他的思维、他的态度跟他的行为。他就跟这个同学啊来分享，当这个科学家认为这个世界上是善良的，那他就会去发明啊，连接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人。假设这个科学家认为这是地球上的人们都很邪恶的，他就会去发明一些武器来杀害人类。所以你看呢、啊，意念有多么重要。爱因斯坦呢、啊，用这个方式啊来回答这个同学啊。第三个步骤啊，我就说发菩提心，你要发大愿，济世救人，养灵啊。我
我把它分为这个第三个部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在当你的心念很纯净到某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大脑中啊会排出一种神经化学的物质，让人产生一种平和、幸福、安全的感觉，同时会让你降低焦虑、沮丧跟紧张的情绪。那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啊有没有听过大卫霍金斯 ，David Hawkins， 他是一个啊有名的一些心理医师，也是个科学家，也是个医师。他常常有人就问他，你怎么晓得我现在心态是好的坏的？你怎么晓得我现在心里面是自私的还是或是都是利他的？那个 David Hawkins 他就发明了一种仪器设备，可以加以检测，从一他的那个量测啊，从一到一千，当他呢，他经过他百万次的实验呢，发现，在200以下的人呢，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啊，在200以上的人来讲的话，你越大，能量越高，无私无我啊，所以，比如说在这种仪器来测量来讲的话，比如说假设我们的师父透过这种仪器测量的话，一定能量非常高。透过这种方式啊，他告诉大家，人的意念真的非常重要，你的菩提心量非常重要，你的利他很重要，做什么事情要无私无我利他。那他也发现，假设频率比较差的人啊，在200以下的这些人来讲的话，很容易伤害自己，那周遭的环境很不好。那凭一个修行很高的人，能量很强的人来讲的话，一出现任何一个团体，全场会感觉非常温暖，非常祥和。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David Hawkins 就利用这种仪器设备啊，来跟社会结缘。那就是你一定要发大愿，无私无我，济世救人，养灵这个部分啊。那你要养灵。济世救人啊，你就必须做好事啊，对不对？你要发菩提心，行善事，也是养灵的做好方，非常好，非常重要的方式。我们就是我们的修身哈，修身勿以善小而不为啊。要你做很多事，做什么事，什么多事情，给人家方便啊。那每天呢、啊，日积小善，你就会积沙成塔，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智。还有周边的磁场，我们就是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那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在传统上，我们古代啊有一个一本书，就是《了凡四训》啊。不要在座的各位，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哈，《了凡四训》呢，他出生于一个医术的世家。他在过去来讲的话，有一次在游荡的时候，那大陆常常有一些算命先生嘛，对不对？那后来碰到一位算命先生啊，精通黄极术，然后就跟那个颜了凡以前他跟他算命，他告诉他，你何年何月何日会中，考上秀才，什么时候，而且第几名。什么时候你会考上举人，而且第几名考上，你的薪水多少，全部都跟他讲好了，包括进士什么一样一直的推。另外呢，也告诉大家，你活到53岁，而且啊，你将来没有孩子。那这个颜了凡这个本身啊，他前面几年呢、啊、在做官的时候，他就发觉啊。哎，我调一个职务，多少薪水，全部都被命中，连我考上第几名，全部都被讲中，而且连续几次的，前面的十年呢、啊，几乎都应验，让他觉得啊，我们一切好像是天命中注定啊。那既然是命中注定呢，我何必那么努力呢？
所以也就开始啊，有点呢心灰意冷。后来走到栖霞山，刚好有一位禅师在那边打坐，他跟他个人没打坐，打了三天三夜啊，都完全呢、啊、如如不动。哇，这个云谷禅师啊，认为这个年轻人啊这么厉害，打三天三夜啊都不为所动啊，都不会动弹哈、啊，这真的是了不起。后来他醒来的时候，就跟他对谈，然后了凡就跟他说明了他过去的一切。这个云谷禅师就跟他开始，你要叫他多做善事，多做善事，同时鼓励他做一个功过规格表，每一天要行善，天天行善。你有做善事，你就打一个圆圈；你有做坏事，你就打一个叉。那你到最后。来看看你做多少善事，然后告诉他家，你一将来啊，你累积行善，累积功德，你将来一定会改变命运。后来那个了凡呢，就决定例行善事，做了很多的善事，然后按照这个云谷禅师跟他教他的一些方法做，后来真的改变他的一生。后来下一次的考试啊，名次改变了，比原来的更好。后来薪水，那后来也结婚也生小孩子了，后来寿命也比原来的更长等等。他认为啊，多行善事，行发愿，累积功德，也改变了命运。所以这个就是袁了凡，他给后人为了把让他的子孙呢、啊、了解，他把他一生的一些情形，把它累积起来，写成这个《了凡四训》了。啊，这一本书对后世啊，的确是有很大的影响。刚才谈到这几个，后来我就怎么样来推动在校务的经营上。比如说刚才那个，你假设有机会啊，到南华大学去，我们有一个三好灯，这个三好灯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用那因为这个九个字啊，没有宗教，没有种族。没有国别的限制，男女的限制，大家都可以通用。所以我们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你假设有做好事，你就按一个灯；你有说好话的话，你就按一个灯；你有存好心，自认为有存好心，你就按一个灯。我们在我们的几栋大楼啊，我都请我们的资讯工程系的学生啊，把设计出来。我就是参考《了凡四训》这本书啊所提的。功过规格表，让每天大家可以看得到。那我们的整个环境布置上来讲的话，到哪里，我们早还没有上课之前，我们又播三好歌，然后在下课的时候也又播三好歌，让他随时有这个三好的理念。然后你到南华的校园了、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三好旗，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们来建构一个校园呢、啊，让你随时随地。要提醒自己，我要做好事，我要说好话，我要存好心。我们连我们的照相啊，我们都有形成熟一个文化。大家不管哪一个系在照相的话，一定是一站、二业、三好，随时随地大家都提醒做要做三好啊。我们甚至在校园里面，我们的图书馆前面，大家必会走过的一个地方。我们都要提醒他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那第二个，我们在形成一个课程结构的改变，把我们的课程啊做一个调整。我们把正念静坐啊当做大一的新生必修科目。正念静坐大概很多学校很多不敢做，可是我们认为，我们经过认为，我去参观美国的学校啊，因为他都在做，为什么不能做？后来内部讨论以后。我们把正念静坐当作大一的新生必修课一个学分，虽然时间不长，但是让大家练习啊，要怎么来沉思，怎么静心，我是觉得非常重要，而且要、啊、凡事要用正面积极的念头啊来考量，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推动。
就是那个另外我们的积极的推动所谓成年礼，我们告诉同学要尊师重道，孝顺父母，要跪着奉茶感谢父母亲，感恩父母亲的培育之恩。所以每年十二月第一个礼拜天六我们都会邀请大一新生的家长回来学校，让同学表达他的感恩之情，最主要就是唤起他对父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恩之心。那另外我们做这个时候，我们的专业上我们也有所谓专业伦理，比如说管理学院就要讲企业伦理，工程学院就要讲工程伦理，那么其他来讲不同学院讲不同的专业伦理，目的就是告诉他们伦理道德真的很重要。那我们把这个整个三好，整个一些生命的态度养成当作重点课题。我们甚至包括在运动大会运动大会大家都高高兴兴的那个运动我们都鼓励同学做三好的一些创意比赛，打打舞的比赛，都以三好为理念，所有一切都以三好为主轴来推动。所以经过我们历年来这种推动我们发现得到三好实践的一个绩优的品德的绩优的大学，也得到生命教育典范的特色大学。教育部甚至把国家级的生命教育中心都设立在南华大学，那把也是被评鉴为因为是生命教育的典范特色大学。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种方式的推动这边为重点，来慢慢跟我们国中国小跟其他能够来宣扬。那生命教育一般来讲，一个是尊重自己，一个是关心别人，另外是我们希望扩大成关心这个地球，所以我们把环境永续也当作我们这个重点。我们告诉同学要节能减碳，地球软化很严重，所以我们鼓励他们要吃蔬食蔬食。我们的蔬食来讲的话，对一些弱势族群我们现在是60块钱，可是你另外一般来讲的话，你假设一般的那个弱势族群来讲的话，我们补贴他50块钱，只要付出他只要付10块钱就可以来吃这个蔬食餐，鼓励他们来吃蔬食另外我们就是节能减碳等等。那因为学校在推动整个环保相当不错，所以我们获得很多环境的绩优，国家永续品质奖，另外一个国家品质奖，那甚至南华大学被世界评审为全世界百大绿色大学全球第66名。我们就用这种点点滴滴来告诉同学要尊重自己，关心别人，爱护这个地球。那经过这几年来的努力我们也发觉我们学校包括在注册率很荣幸得到全国私立大学的第一名，我们学术影响力也得到我们全国私立大学第一名。我是觉得这个很可能就跟身心灵我们的贯彻的推动有点的关联，所以这个部分我很多地方都当然抱着感恩的心态来感谢我们的诸佛菩萨的一直的帮忙。我是觉得这个都是跟应当是有点的关联。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那个师父他谈到了要修口修心养灵，我们一定要从身口意三业来做起。这个三业的净化，你身体要随时要做好事，口中来讲的话常常要出善缘，你心要随时存善念，我们才是能够把这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在我们日常生活能够贯彻。那我也相信刚才谈到像一个人假设善心念的话，存好心的话，整个周边磁场一定会改变。那你随时在说好话来讲的话，整个大家会更加和谐。那你假设做好那个做好事来讲的话，会给人家很多的方便。我想这是我今天利用这段时间我来跟各位分享。我想人人行三宝，力行三宝，对吗？那时时行三好，我们整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当作我这个结语，好，谢谢大家，谢谢。
今天早上报道世界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三位学者教授，他们三位都在美国东部的麻省那一条学校里头的前面那条河很漂亮，我也在那边坐过。在一个是哈佛大学，两位是麻省理工学院，三位呢同时共同得到和平奖，不是和平奖，是经济学奖。我今天早上很仔细的把它阅读这个整个报道，我也把报纸留下来，那我跟黄教授也特别我们讨论到，我是说呢，我们中门所做的这些努力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具有实质的意义跟价值。我们需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林校长所报道所说到引述到的，包括他自己，所以我们在所谓一个改革，它应该分成三个层次，一个是理念，我有这么一个理想，有这么个理念；第二个要配上这个制度，就你要有什么做具体的这个概念，具体的做法；更重要就是要有行动力。那我们中门在很多做的地方，我们就稍微要再努力的，就是林校长刚报告的那种所谓的数据，那种所谓的验证的东西。事实上今天的经济奖，他们前面就加了一个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概念，我大概在35年前，当时是有机会在某些场合里头演讲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研究发展。你要发展一定要研究，要研究就变成说你的那个知识是可信度高，可以被接受的。像刚刚林校所报告的，他的数据都很清楚，那个就是所谓科学。你如果说呢是科学，别人看得懂，别人用得上；如果不科学的话，那就只限于我们自己这么讲。所以这个我认为说，就是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地方。谢谢我们林校长呢，各位，我们府内的各位贤士同修，今天各位听到这么一个报告，你看多么的具体，多么的可行，你都可以做得到的，你可以学的，可以用的。本来林校长是这个题目是放在下个月在台中到场的，但今天呢告诉我说他那个时间不行，他就调到这个时间来。那这个时间各位听到了不就赚到了吗？所以我想我们谢谢林校长这个概念，我们希望他的这样一个经验，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解，能够在我们中文里头也能够落实，包括到他呢跟大一学生用一个学分来修来静坐。师父啊，我们可以请林校长吧，是去中文去教教课吧，至少来说不要算学分的，你来就是赚到，你就学功夫嘛。我现在让我想起政大的黄国彦黄教授，也是原来嘉义算学院的校长，他每天早上都比我还早，4:30就起来开车到政大的旁边停车，然后去走路，然后做工，练他的做他的功，
他的功是非常道家的，那他有他的门路，那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些他们学习所得变成自己的一种资产，这个健康也好，事业也好，尤其是我觉得说，林校长能够把他具体化的落实在校务行政的每一个部分上头，这个才是珍贵。我们有的人说的天花乱坠，但是呢，叫他表演，叫他做呢，就像我们说打球，我们上场打球，有人是打得一口好球，嘴巴会讲而已，真正叫他下去，那这做的打得不像一个样子。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是遗憾的地方，所以我们真正的落实有理念有制度，还要有行动力。如果我们的行动力能够出来，就是现在我跟黄教授一起在帮师父写的，我说什么叫做实践家，就像这样的教育家跟教书匠是不一样的。教书匠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工作，一种职业而已，教育家是把他那是更有胸怀的。所以每一个地方就是要有所谓的人性人心为本，但是真正都要落实在实际的行为当中，对自己对他人都要有帮助，都要有所谓的利他的那个效果能够出来。要想说我们要想林校长这样子高层次的，那我想我们呢至少要自己要健康，所以我们后面就健康与人生。我们请我们快乐的吴医师，这是吴医师，就是快乐的吴医师啊，所以我们请吴医师。非常的感恩老祖，非常感恩我们敬爱的师父哈，对慈悲的爱护。那个也很感谢杨院长、云里法师的安排哦。各位主讲人以及各位贤修，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第一次到贵宝地这个福涅道场来演讲。那演讲的处事在其他的场面很多，不过我个人感觉啊，到我们中门的道场来演讲啊，特别的高兴，因为这些同门的师兄姐啊，的掌声的特别热烈，也特别的大声，谢谢各位。非常的感动啊，看到各位贤士同修啊，一个下午都坐在这里。我非常的仔细啊，听主讲者的演讲，还有各位同修啊的表现，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在打瞌睡，那可见主讲人讲的非常的精彩，而各位同修啊，各位也都非常的虔诚的来接受。